居然同时网恋到老板和他的妹妹，无意间发现了老板微博小号，我开始聊他，然后老板和我网恋了，他还不知道是我，但是马上就要奔现了。老板您到了，我要不要去拿坦白器啊？哎，不管了。哎，范德西，你谁啊？怎么知道我本名？我是夏树啊，你的网恋对象。啊？微博上是你一直在和我聊天。你怎么了？我们说好今天奔现的呀。不对啊，我听你的声音。老公。这样，虽然有点冒昧啊，你能叫我是老公吗？老公，老公，老公。这声音不对呀、啊。哎，姐。哎，老板。那你来这儿啊？在等人呢。姐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男朋友。啊？你不能跟他在一起。我跟范范谈恋爱。你不能跟他在一起。为什么？我就要跟他在一起。我不同意。凭什么？他是我员工，配不上你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我又不是个东西啊！呸！我说我是个人，你们不要争来争去的。另外，跟你网恋的不是我，不是你，你是不是叫范德西？我红色手链，你就是范德西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跟我聊天的明明是老板，怎么变成他的妹妹了？难道他的妹妹在用老板的微博？但声音又是老板呀、啊，这不对呀、啊。你是范特西？对，我的确是。哎，你好，请问你在等人吗？对啊，我是范特西。和老板网恋奔现，遇到了老板的妹妹，说我是她的网恋对象。突然又出现一个男生，说他才是老板的网恋对象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来理一下。你说你是我老板的网恋对象，有什么证据啊？他白色丝巾，黑黑碰着蓝色衣服，那是我妹的反光化妆品。那你又为什么说我是你的网恋对象啊？红色手链啊，我说你会戴个红色手链。哦，现在我明白了，你也叫范德西，你也戴个红色手链，你的网恋对象是他，你们两个才是一对，这样真相大白了吧？可是你给我发过你照片啊，你看，这不就是你吗？啊！四角恋翻车后续来了，看，这不就是你吗？你怎么会有我的照片？我们不认识啊。目前我手上聊天记录，你看。天哪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穿越了吗？我什么穿越？什么穿越啊？明明就是你在网上同时聊老板和他妹妹。呸，渣男！范范，你还没回答我问题，你到底是不是范德西？我是范德西。那和我在网上聊天的人也是你吗？对不起，老板，我只是想默默的关心你。简单的关心，没有任何企图。你放心，老板，我对你没有任何企图的。那我呢？你对我有企图吗？你和你聊天真的不是我。照片是你，聊天记录也有，那就是你同时聊的我和我姐。今天我和我姐必须选一个。和你聊天的真的不是我，我只和你姐聊了。那你就是选择我姐了。我只是默默的关心一下领导。那你还让我叫你好？孺子不可教。这什么情况啊？他怎么会有我的照片啊？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今天，哎，老板，您转过去了。对，谢谢老板，谢谢。这个照片太智能了，好不容易他传自己就是范德西，就是为了跟你告白。知道是吧？算了，你把聊天记录和照片都删了吧。范范，四角恋翻车后续二。范范，你们姐妹俩太多钱玩我是吧？那你听我说，是我早就知道微博上的是你，但是我的主意，谁让你这么怂的？我网络上重点出击，现实又有什么不允？怂包，我你们照片都是我发给他的。我说你能不能勇敢一点呀？你看不出来我姐对你？别说了，这些都是我安排的，聊天记录、照片都是我发给佳音的。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做吗？为什么？你们姐妹俩无聊呗？你们是不是当老板很闲啊？你自己玩吧，不奉陪了。你给的暧昧太卑微。老板，我辞职。就这么点小事就要走？对你来说是小事，对我来说是尊严。那你走吧。还记得你怎么进公司的吗？哎，这儿个美女。哎，在干嘛？她在用手机在偷拍吗？哎，你好，美女，你手机掉了。这不是我手机。这就是你手机，我看见它从你包里掉出来的。这是我手机。哦，你说这是你手机是吧？对。哦，你说一下手机密码呢？密码是13145。快跑！放开我！你有病啊！刚才那个男的偷拍你，他手里还有刀。脚崴了吗？需要我送你去医院吗？薇英姐，你过来接一下我。定位发给你了。文总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这有钱人真的没良心啊！台毕业工作真难找啊，只能先在酒吧做兼职了。哎，你好，你的酒。
哎，是你？你是叫服务员啊？你前面见过你。我今天刚来的。进去要陪我喝酒。我还要上班，再说了，我又不是鸭子。经理。孙总。他今天我包了，陪我喝酒。没问题啊，范范，你这边工作就是陪文总喝酒。啊，我。我什么我？赶紧去。文总。能喝吗？还行吧。你喝酒很厉害嘛？哇，天生的。厉害有什么用啊？男的都是渣的。你喝醉了吧，文总？我能靠这里睡会吗？我好累啊。啊？谢谢你今天陪我。昨晚酒喝多了，面试要迟到了。哎，这不昨晚那个女老板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面试，我迟到，我跟你说了。刚毕业啊你？是的。我们招聘信息上写的2到3年的经验，你看到了吗？我。而且你觉得你一个学计算机的来面文案策划合适吗？我。哎，这不全是女老板吗？是这样，我们做酒类贸易的，听说你喝酒很厉害啊，很合适。我看要不明天就来上班吧？啊，真的吗？哎，啊，好，面试官，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好好干哦！你进公司已经2年了，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怂了？对，我怂，你们做老板的根本不了解我们。你到底是傻还是装傻？我傻不傻的重要吗？还不是被你们姐妹俩玩。看不出来我喜欢你吗？切，还没有玩够啊，老板，你是不是真的当我傻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自报告到底批不批？文总，我们和川岛集团的合作谈崩了。你确定要这个时候离开吗？지나가는길에보이나의한편보다작은卑微，真的卑微。一个人喝闷酒吗？你喝这么多？是啊，我什么都不行，就喝酒厉害啊。酒可以喝，但不能喝太多。你不就是因为我喝酒厉害才找我进公司的吗？哦，对，还因为我好玩呢。这样吧，我们来玩真心话大冒险，回答不上来就喝酒。谁要跟你玩啊？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？我喜欢。看着我的眼睛说。就凭感觉。那你觉得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就像突然有了软肋，又多了铠甲。会自卑，会觉得配不上他。那你对我有感觉吗？我还是喝酒吧。你今天必须回答我。我。喂，你听见没？我。喂，你听见没？我。